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3S 班的黄凯泽。今天我要做彩色高塔的实验。这是我们要准备的材料，五个纸杯，在纸杯上列上号码。我们会根据纸杯上的号码放入糖的分量，糖、彩色颜料还有温水。根据纸杯上的号码加入糖的分量，比如说二号放两汤匙，四号放四汤匙。接下来把温水倒入杯中，搅拌均匀。把彩色颜料放入杯里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我把全部颜色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把彩色颜料倒进透明杯里，从密度最高的8号杯开始。当糖溶解在水里时，水的密度增加了，密度小的颜色水会在上层，而密度大的颜色水会在下层。记得要慢慢倒入，从最大的号码到最小的号码，0号是没有糖的哦。我的彩色高塔终于完成了，谢谢你的收看。